曾经我走过冰雪严寒，那一路凝结成霜的寒，哭出的泪被异乡的剑意风干，让心中的梦在黑暗中点燃。我也曾停泊在生命的港湾，那一只飘摇不定的船，汹涌的浪将我前进的步履阻拦，孤独的雷鸣电闪也要扬起梦的风帆。嗨 ，Girls， 你是？我想找你们打听一个人。谁？那菲尔。那菲尔？对呀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嗯。同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别急呀、啊，你怎么急急忙忙的去哪儿、啊？我怎么不急呀、啊？我都快迟到了。我想跟你打听个人。谁呀、啊？我的未婚妻。我怎么知道是谁呀、啊？他就是你们学校的呀。谁？那菲尔。啊？小光头，你又来迟到了，幸好魔鬼教练还没来，要不然你死定了。嗯，我是。谁呀、啊？嗨 ，Honey。你谁呀、啊？这里是篮球训练馆，闲杂人员不能入内。小光头。这是谁啊？谁？他我吗？我是纳菲尔的未婚夫。你们好，大家，那个，幸会幸会。来，我来帮你拿。怎么了？最近那个纳菲尔和那个王子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？什么？你还希望他们有什么进展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事情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不是叫你别问了吗？又像上次一样张目张目。哎，对对，据说是纳菲尔在荷兰的未婚夫呢，长得好帅，我好喜欢啊。我觉得是，纳菲尔真好命，黑白马都抢去了。这会儿又出现个外国王子，我真是羡慕死了。还在篮球馆吧？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啊，未婚夫？什么？你能不能出去啊？为什么？我也喜欢篮球，我看看不行吗？你怎么回事？你哪来的？把篮球场砸场子？我说过了，我是纳菲尔的未婚夫吗？你行了吧？别在这里胡闹了，赶快出去！我哪有胡闹呀？你怎么不承认呢？不要在这里闹了，好不好？你给我出去！干什么？闹什么闹？太不像话了！训练去。哼！
叫我吗？是啊。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好，我叫黎倩倩。你好，我叫 Jack。 你是对我一见钟情的小女生吧？这种情况我见多了，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让我签名，还是让我拥抱？别误会，我是纳菲尔的同学，也是校长的女儿。哦。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聊。聊什么？关于你的未婚妻纳菲尔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去餐厅吃个饭吧。好啊。走吧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说了，刚才不是很能说吗？你不说，那我说，大家都听着，今天练传接球。传接球？怎么了？要练多久？十分钟？一个小时？怎么了？愣着干什么？不想按时回去了？黑裤开始，现在开始。好，好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注意了，练传接球，注意手势和力量，还有速度。听口令，一、二，开始。速度快点，接着，加快速度，来，接着。快点，再快点，加快速度，加速度，接着。请慢用。谢谢。说吧，要告诉我点什么？这么着急想知道啊？当然了，再说你不也及时告诉我吗？你们是同班？嗯。那你一定非常了解他的，你们是好朋友。算是吧。算。嗯，你是他未婚夫？算是吧。什么叫算是吧？那你为什么回答算是？那你别管我呀。那你也别管我呀。你这。好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一定赢，华大努力，耶！注意手势和力度，黑裤，速度快点，好，罗森，很好，注意速度，你的手势，好，罗森，很好，速度加快。快快快，就这样，好，非常好，速度账目，好，接着，教练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去训练。啊，训练去。是。教练怎么了？好像没什么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强的魔鬼教练怎么也偏偏倒倒的啦？不会真的有什么吧？他能有什么呀？他把我们整成这样，怎么不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腰肌劳损啊、坐骨神经痛、肩周炎、大小便失禁什么的？什么呀？加把劲，坚持一下啊！
没空。集合，集合。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，解散。啊，哎，睡着去了，真累了，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啊，回家好好休息，拜拜。哎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再练会儿。那我也留下吧。说真的，现在我的体能有很大的提高了。是吗？你呢？你没感觉？说真的，我的耐力什么的也增强不少。其实教练给我们那么多的体能训练，真的是很有效果耶。嗯。怎么样？心里服输了吧？才没呢。你笑什么？你明明心里已经服气了，还死不承认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再来。嗯。什么？拜托你冷静一点。有两个男生追她，她已经交了男朋友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我早知道你这么激动，我就不告诉你了。嗯，坐吧，坐坐坐。哎，我。怎么了？受刺激了？你说话呀。不，我不相信他不会这样的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都已经是事实了。我不相信别人的话。就是那个打篮球的张牧，你肯定见过的。不要说了，除非呢菲尔自己亲口对我说。你随便你，爱相信不相信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不相信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怎么搞的嘛？娜菲尔，嗯，发什么呆啊？没有啊。别躲啊！还没有老师交代呢。交代什么？你自己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哼，快说，那人是谁？谁？就是那个 ABC 呀。哦，你说他呀？嗯。那个 ABC 到底是谁啊？怎么了？说话呀。是娜菲尔的未婚夫。啊？什么？难道是真的？怎么会这样的？我还以为是你一个朋友来开玩笑的呢。你不是在逗我吧？我的天哪，那搞错没有啊？怎么以前没有听你提起过？我觉得没有说的必要。还没有必要？我对他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啊。那菲尔怎么说？他说他对他没有感情。那就好啊。好什么呀，毕竟是订过婚的呀。现在怎么办啊？人家都追到这儿来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人家都追到这儿来了。你别这样啊，怎么能在气势上输给他呢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他是他的未婚妻。想办法解决啊。我怎么解决？你能帮我吗？那当然。真的？我可没说要放弃和你竞争，不过现在要先一致对外。
再见。嗯。进去坐会儿吧。不了，我还要早点回去。你是不是介意 Jacky 的事？没有的事儿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再见。张木。你是张木吧？我警告你，别跟我抢女人。这算是什么？危险？没错。怎么？你怕了？或者说，你好像要挑战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存在挑战的问题。我是他的未婚夫。感情的事情是要两情相悦的，不是单方面说好就好。你只是他的一个追求者而已，而他是属于我的。你也是他的一个追求者而已，我们是对手，你没有权利警告我，因为我们是平等的。我和他已经订婚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他是心甘情愿的吗？你们结婚了吗？小子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我争。我们后会有期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和一个叫什么张木的人交往？谁啊？就是你们篮球队的。没这回事儿。你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们校长的女儿已经把什么都告诉我了。看样子，你是承认了。我要告诉你爹地，你在这里交了男朋友。Jacky， 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你回去。你留在这里干什么呀？难道就是为了他？你别说了，我跟你回去。真的？但是必须等联赛完了才行。为什么？我都答应跟你回去了，你还问那么多为什么干什么呀？我是你的未婚夫，我有权利知道呀。你没这个权利。你这是……好好，我暂时同意。哎，加快速度！哎，快！黑裤。移动快点儿！哎，黑裤，你教练，教练，这是教练啊！王教练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平时他不挺强的吗？昨天就有点不对劲了吗？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……哎呀，你们几个要是早点发现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？谁是病人家属？啊，我们几个都是。你们是？我们是他的队员。啊，你们的教练是操劳过度，加上营养不良，身体有点虚弱。嗯，以后要让他多注意休息。好，你们跟我填下单子。我去吧，我去一下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操劳过度？应该是我们才对啊。你还说什么人吗？教练怎么会操劳过度的？不知道。那个昨天晚上，Jacky 来找过我。啊。你不关心这事吗？不是。我知道。啊？你知道？嗯。
我知道的，我昨天下楼的时候碰见他了。啊？你不想知道他来找我干什么吗？行，我在想你告诉我。他是来告诉我叫我回去。那你怎么说？我当然说不回去了。然后呢？我爸爸也知道了。你爸爸？是，我爸爸也让我回去。那他会来这找你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和 Jacky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要相信我，这都是因为我爸爸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相信你。真的吗？我还一直很紧张，还以为你会介意。不会的。你不怕我真的走吗？我怕，但是我不会让你走。教练，慢点。来，教练，你这边走。来，坐下。你小心。没事吧，教练？好点了吧，教练？对，好多了。来，教练，你喝水。四连冠。哇！什么？难道他就是阿华？佩库，啊，你过来。啊，教练，什么事？明天我去不了现场指挥了，这是技战术文本，你来负责。嗯，放心吧，教练。没什么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嗯，我这没事儿。那咱们大家都走吧。教练，要好好休息。好。教练，我们先走了。我们先走了。好。你好好休息。我们走了。教练，教练再见。球队日渐的强大起来，阿平和阿华还有其他的人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汗水泪水，我已经不记得他们有多少次想放弃，有多少次要退出，但是直到现在他们坚持了下来，也得到了回报。看着一个个奖杯奖状，我的心里和他们一样激动着。
好，大家打起精神，要多掩护，多跑位，拿出空张来。啊，好，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，要多防守，要积极点，听到没有？好，还有多少分钟？还有15分钟，时间还来得及，还有机会，大家加把劲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上。你们今天看起来很高兴啊，我来看看你们赢了这么低劣的比赛是不是就兴奋的找不到方向了，看来已经跟瞎子差不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嘉豪，对于他们这些谢谢你来看我们的比赛，就你们这样的破比赛我还不愿意来看呢。你们这次胜利纯粹是靠运气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是不是运气？我们决赛见吧。我们一定要让你们南洋人输得心服口服。看我干什么呀？看我能有长进吗？好好训练吧。大家都怎么了？我们毕竟还是赢了比赛嘛。对，别太在意他说的话。对，毕竟我们赢了比赛，让他们嫉妒去吧。对，我宣布今天晚上全部到我家去庆祝我们球队出线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哎，还要庆祝我的生日哦。苹果来了。哇，我来。哎，等会儿，教练没来，你等会儿。嗯，小光头。哎，教练，教练来了。哎，教练坐，教练坐，坐吧。哦，对了，来，为了我们这次胜利，干一杯！来，来干杯！永远向前冲！永远向前冲！祝教练早日康复！好，对，干杯！干杯！哎、干杯！今天是我生日，忘了。哦，对了，祝小光头万事无疆。生日快乐！来来来来来，谢谢！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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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教练。娜菲儿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好啊，坐吧。什么事啊，娜菲儿？我说吧，没关系。您以前是南洋篮球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是四连冠那个队。那你认识韩雄平吗？你怎么会问起他？你认识天怡吗？天怡，你怎么会问起他们？你觉得我长得像不像你以前认识的一个人？谁？难道你是？是的，天怡是我妈妈，我就是因为我妈妈才回到这里的。你说什么？天怡是你妈妈？你是天怡的女儿？
那贝尔，你说这些话全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没想到，你就是我妈妈日记里提到的阿华。我来找你，就是想知道你们以前的一些事，还有韩雄平和我妈妈的那个孩子。怎么，你也知道那个孩子？嗯。我没见过这个孩子，但我听说他长得很好看。那菲尔，那时候你妈妈的确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，跟你一样都非常漂亮。说真的，我以前非常喜欢你妈妈，她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生的梦想，在她身上闪烁着光环。我禁不住向她表白过，说我非常喜欢她。可是你妈妈喜欢的是阿平，她拒绝了我。我真是没有想到，在20年后的今天，能见到天怡的女儿，真是没想到。啊，当时我听说天怡和阿平有了孩子后，我就离开了他们，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络。后来我听说你妈妈去了荷兰，不久就去世了。在此以前，阿平也因车祸死了。什么？韩雄平死了？对，他在你妈妈到了荷兰不久后就出了车祸，他就死了。那个孩子呢？我不知道他的下落，也许是被人收养了吧。怎么，你要找他吗？是的，因为他是我的亲哥哥，还为了了我妈妈的一个心愿，我想我妈妈一定想找到他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把他带到我妈妈的坟前，让他们母子能重逢。好，那菲儿，一定会有这么一天，我相信你妈妈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早日找到你的哥哥。放心吧。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没说，哎，就是这个，谁哎，那个我的呀，别闹了，大家听我说，暑假的时候我们到海边训练去，海边，哦，太棒了，嘿，哎，太好了，但是，你们别高兴得太早，为了安心的参加这次集训，对于这次考试谁也不能放松，必须全力以赴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妈妈，你的初恋已经去世了，你们在那边可以团聚了，而我一定找到我的哥哥。嘿，你不知道吧，我一个单手灌篮，嘿，就能够着篮筐喽。哼，得了吧，你也吹得太离谱了，你跳起来能到篮板的一半就不错了，哪能和我们比啊。哎，嘉豪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嘛，好歹也说我是篮球队的队员大将嘛。有大将？哎，有多大？说你吹牛的确没错，要论吹牛，你们篮球队可是成堆成堆的算啊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说你们篮球队一般，要数黑裤还好点儿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就算我小光头不行吗？也不代表篮球队其他人不行吗？一般在哪些地方，还请你指教。说不出来了吧，
拽什么拽啊？有种明天我们单挑。谁还怕谁？哼，明天杀你个屁滚尿流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安静了，安静了。哎，别再说。篮球队的人都听好了，最近学校对篮球队有些新的规定，凡是参加期末考试，哪怕只有一门不及格的，都不能参加全国总决赛。有什么异议没有？凭什么呀？有异议也没用，严格执行。哎，我们谁能考得过呀？想什么呢？是不是你的木瓜帅哥又惹你生气了？嘿，搞什么呢？发什么呆啊？嘿，再怎样大的问题都比不上今天的一件大事儿。什么？今天陈家豪和 Jiki 斗牛？哦，对啊，你忘了？怪不得这么闲呢。走吧。哎，嘿，这边怎么样了？还没分胜负呢。来吧。再来。球队需要一个像杰克这样的组织后卫。这个杰克很不错呀。哦，对了，教练啊，我忘了跟您说件事儿。好，那边说吧。嗯。你要告诉我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接到学校的通知，大家要通过考试才能参加全国总决赛。啊？什么考试？期末考试。他们过不了？嗯。这么肯定？嗯。哎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呀。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。哎，怎么了？今天关主任说要通过考试才能参加全国总决赛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今天冠主任才通知的，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吗？说得很坚决。这怎么办？我们队里的问题户太多了，张木的英语一准挂，其他科也悬得很，陈家豪和他差不多的情况也好几科呢，小光头就更别说了，还有罗森落了那么多课，肯定不行。这帮混小子，谁让他们上课睡觉？对了，没什么其他办法的话，给他们集体补课。就这么定了。老板，要点什么？
水哪种好？这些都很好。这个，还那个，都来点。好。像美好的回忆，没有时间证明我爱的沉醉，留恋的是相识相恋的回味，曾经相识的那一天，午夜梦相对，才知道我们不可能。我的世界在徘徊，我的爱在等待，给过我的世界再不再来。你的心在飞扬，我的情却迷惘，为何我爱过的结果都一样。你的泪到我们就错爱了今生，就错爱了。